关村在线消息，昨天华为终端官方微博放出了消息，发布了一款由 AT 设计师玉兰设计的定制款服装。据称这款服装的灵感来自 NOVA4 的蜜语红星跳板。这款定制服装由宋玑、张雨绮和潘晓婷共同演绎，非常惊艳。华为 NOVA4 采用了一块极点全面屏，这也造就了它 86.3% 屏占比的显示效果。极点的中央是一颗前置2500万像素海报级自拍镜头，这颗镜头采用了华为首创的 Punch 盲孔技术，最大化的保留了屏幕的完整性。同时 NOVA4 的后置4800万像素的三摄模素质同样出色。 NOVA4 的摄像头承袭了之前 NOVA 和 P 系列的数值排布，三颗镜头分别是主摄像头、景深摄像头和超广角摄像头。其中主摄 CMOS 为1/2寸的大尺寸传感器，配合 f1.8 的大光圈以及6P 镜头。色彩上 NOVA4 共有亮黑色、贝母白、苏音蓝、蜜语红四种配色，尤其是双层镀膜技术的蜜语红配色，在光线变换之下有着独特的光影炫彩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华为 NOVA4 根据后置相机使用的不同，分为2000万后置和4800万后置两个版本，售价分别为3099元和3399元，除后置相机之外硬件上没有其他区别。昨天华为 NOVA4 已经开启首销，现在上华为官网就能买到这款手机。 APP 商店搜索中关村在线看2018年最新手机笔记本评价排行。